系咪 ？Hello， 我越南嘅粉丝，你哋好啊！哇，好感动啊！我越南的粉丝说，因为那个还没有马上同步嘛，嗯、所以他要自己去打越南的翻越南文的翻译、哦，去让越南的粉丝都可以同时看到我们这个剧。Stacy 说越南粉丝不能用微博、跟越南粉丝说几句 Hello 越南粉丝你们好，谢谢你们一直对我微微的支持，我会努力加油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见到你们。越南现在很冷啊，那要注意保重身体啊。